好了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哇，你们看这一张，这就是手镯的荧光感，手镯水头很好，阳光洒下，波光粼粼，背景还花团锦簇，真的太美了吧！这张必须要进入候选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下一张。哇，这张也很美啊，手摆动的幅度，手镯明显的荧光，晶莹的胶感，高货种水应有的一切都有了，并且我还要夸一下这位粉丝宝宝的手腕，完美诠释了美人在骨不在皮。您真的很适合佩戴手镯，简直就是手镯模特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下一张。哇，这可是名翡翠深度玩家呀，还有专门的手镯盒，这四只每只都有独特的卖点，更别说上面挂的这个吊坠了，翠绿色周围镶嵌的可都是真金真钻呀，和手镯比起来感觉分量还不小哦。懂行的粉丝宝宝可以算一下这一套价值多少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，接下来还会有哪些精彩的买家秀进入我们的视野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。